位于香港仔的居屋月辉苑，由六座大厦组成，其中旭辉阁和日辉阁两座交接近香港仔避风塘，部分单位更享有无遮挡避风塘景致，对于钟情海景的用户特别吸引。由于地势略高，向香港仔市中心的单位景观开扬，向石排湾村方向的单位以楼景为主，整体来讲，月辉苑环境亦算清静。月辉苑全数提供两房单位，厅房方正又没有窗台，楼龄虽约40年，但相对香港仔其他住宅来讲较有规模，而且不用补地价，所以二手市场常有成交。和大部分居屋一样，月辉苑设施不多，但自设多层停车场，方便驾驶的人士。另外，渔光道体育馆和街市就在屋苑的隔离，居民做运动或者买餸都方便。购物娱乐想有更加多的选择，可以步行6至10分钟到香港仔中心的商场。渔辉苑纳入小学18校网，中学属南区。区内受欢迎的香港仔圣伯多禄天主教小学和圣伯多禄中学就在屋苑的附近。屋苑对外交通主要靠巴士和小巴，往返中环、金钟、铜锣湾和北角等港岛商业区。